孙权为什么背刺关羽？三国志吕门传说，关羽俘虏了于禁的七军30000多人，这些俘虏得吃饭呀，粮食不够，关羽就去夺取相关的米，这个米是孙权的呀，然后吕门白衣渡江。有人说了，我懂了，因为关羽擅抢孙权的米，孙权生气了，所以命令吕门白衣渡江。非也，事实上无论关羽是否取米，孙权都会来夺荆州，这与关羽的行为无关。赤壁之战之前，鲁肃就说过，说荆州水流顺北，外带汉江，内阻山林，有荆城之固，沃野万里，市民殷服，若聚而有之，乃帝王之资也。占荆州是鲁肃给孙权定的国策。赤壁之战后，孙权要发展扬州和胶州，不适合占荆州，所以把部分荆州借给刘备，让刘备给自己当门板。孙权发展了10年，从209年到219年，现在可以彻底拿回荆州了。那么新问题来了，关羽为什么要擅自取米呢？既然孙刘是联盟，关羽这边粮食不够吃，可以找孙权要呀。而关羽为什么要擅自行动，不打招呼就动手，用这种行为不是给破坏联盟留下把柄吗？有人说了，关羽太傲呀。关羽作为一个大统帅，如果做事全凭个人脾气喜好，那他守江陵都守不住10年，江陵早丢了。所以这里存在一个新问题，在孙权背刺关羽的时候，孙刘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演义里写的是孙刘是联盟关系，那历史上呢？其实在第二次汝胥之战结束后，公元217年时，孙权就已经投降曹操了，也就是背刺关羽的2年前。投降之后，孙权就得把儿子孙登弄到曹操那当人质，孙权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推脱，一直拖到曹操死，曹丕上位，曹丕封孙权为大魏国的吴王，等于是曹丕的藩属，曹丕继续让孙权的儿子来当人质，孙权又推脱，一直到夷陵之战结束后，曹丕判定孙权没有诚意，开始进攻孙权，也就是第三次濡须之战。那么换言之，从217年到223年之间，孙权都是臣服于曹家的。有人说了，孙权这波操作太神奇了，他既和刘备是盟友，又投降了曹操，真是两边不得罪呀。这么说呢也不确切，其实在孙权臣服曹家的前2年，215年发生了一件事，叫湘水化界。刘备占领益州后，孙权让刘备还荆州，刘备说，我占领了凉州再还你荆州，孙权就命令吕门奇袭荆州。注意，这是215年，不是白衣渡江，是白衣渡江的5年前，吕门奇袭了荆州的长沙、零陵、贵阳3个郡，拿下了3郡。刘备暴怒，带着军队来谈判，这才发生了单刀赴会，双方决定以湘水为界，刘备占荆州西部的南郡、武陵、零陵，孙权占荆州东部的江夏、长沙、贵阳，以湘水为界，所以后面关羽才相关取米呀，他取的就是边界上的孙权的米。那么有人问了，湘水化界后，孙刘之间是什么关系呢？都闹掰了，那联盟肯定没有了呀。孙刘联盟没有了，然后2年后孙权向曹操投降，再2年后孙权帮着曹操打关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关羽的粮食不够吃，擅自去取相关的米，是不是就好理解了？联盟都破裂了，你找孙权要他也得能给你呀。再说了，现在孙权是曹操的藩属，他能给关羽吗？那只能擅自取呀。这样一听是不是就合理了？但是史料里又有几处感觉孙刘联盟还在。你看，孙权要与关羽联姻，就那个什么虎女犬子那个，如果不是盟友会联姻吗？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孙权提的联姻呢？是215年湘水化界之前还是之后呢？215年孙登才6岁，6岁提联姻是不是早了点？那应该是湘水化界之后。那化界之后了还能提联姻，是不是说明联盟关系还在呢？还有，关羽俘虏了于禁过后，陆逊给关羽写祝贺信，里面说，作为你的盟友，我为你欢呼。你看，盟友嘛，说得很清楚。那问题又绕回来了，既然孙刘联盟依然还在，那关羽干嘛还要擅取相关的米呢？其实呀，这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。孙刘联盟应该还在，但湘水化界之后，孙刘两家的亲密指数是多少呢？如果赤壁的时候两人的亲密指数是10分，现在顶多3分，已经不相爱了。说通俗点，爱情名存实亡了，表面盟友，塑料友军。但是当陆逊要麻痹关羽的时候，那还是一口一个我们是盟友，当孙权要麻痹关羽的时候，那还是跑来联姻的。今天的这个话题说个什么意思呢？
我们在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喜欢讨论是与否，比如刚才是联盟不是联盟，联盟在联盟不在，都是讨论是与否。但现实中的很多事不是是否那么简单，要把它量化数值化，不谈数值只谈是否，只会更加迷惑。